对，你赶紧滚。在新北市及新竹县等地执行查缉，拘捕李姓范显等两人到案。本案经初步清查，已有五名赌客会馆下注，赌资50,000余元。全案将依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、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及洗钱防治法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